盘点全球五大冰雪节，来一场冬日限定的狂欢派对。五、瑞典基利纳冰雪节，每年一月底，基利纳冰雪节如约而至，充满艺术感的雪雕在风中静静矗立，盛大壮观的冰雕大赛，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，发掘出雪城的多样玩法。四、挪威奥斯陆滑雪节，它是挪威仅次于国庆节的节日，每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六，人们会齐聚在霍尔门考伦山，参加这场全民冰雪的盛宴。顶级刺激的跳台滑雪备受欢迎，比赛号令枪一响，各国运动员们从跳雪台飞速而下，空中飞跃几十米后平稳落地，形成一道壮丽的风景线。三、日本北海道札幌冰雪节，它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冬季活动之一，三处会场矗立着大大小小的雪雕，吸引着各地游客参观。长达1.5公里的雪雕冰雕展变成一座白雪博物馆，专为音乐演出搭建的冰舞台，为你带来一场冰与雪的冬季盛典。二、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，它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，每年二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举行。可爱的伯诺姆是节日吉祥物，各种雪地活动让人应接不暇，危险刺激的攀冰比赛、圣罗伦斯河独木舟大赛，还有千姿百态的冰雕、雪雕，热闹华丽的夜间花车游行，惊喜不断，精彩纷呈。一、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大世界，它是我国首个以冰雪活动为主题的国际性节日，今年打造了八大网红爆点、22个冰雪景观区、10大娱乐体验区，极具人气的超级冰滑梯全面升级，让你沉浸式体验嗨玩冰雪的快乐。盘点全球五大冰雪节，开启冰雪乐园的梦幻之旅。